我现在又停工了，干不下去了。为什么呀？昨天的那个切割机被我给整坏了，退回厂家去了。但是我现在已经把这个要切割的都已经画好了，全部用量好，都拿那个铅笔在上面标好了，所以就空出来了，只等着那个切割器来了，重新切割再开工。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拉网到了，这个就是那个栅栏，栅栏到了，我马上要开箱。今天装不了地板了，但是可以装这个栅栏了。这些围栏是要围的这个小花园，这样的话我们这个田园就变成一个独立的空间了。我现在要给这个栅栏刨坑，擦到这个土里面啊，这个工程量也不小呢。我刚才比划了一下，这个不太合适，可能我还得退货。好吧，我现在在打包退货。Thank you.